都有啲股係可以去留意一下。咁其實日清食品啊，由低位其實都彈咗上嚟唔少噶啦，咁啊，同埋都係幾穩咁樣抽上嚟嘅。咁啊，點解其實日清食品又可以留意一下咧？因為其實睇翻啊，即係啲管理層出嚟啦，佢之前提價嘅傳導啊，相對上係做得好啦，同埋預期今年嗰個銷售都應該預期就有啊10% 左右嘅增長啦。啊，喺呢啲產品需求啊有一個唔錯嘅增長，然之後你又提到價嘅情況之下，所以其實對於嗰個股價亦都係有一個支持喺度啦。啊，如果你繼續係沿住嗰個uptrend升上去嘅話咧。咁啊，初步其實可以睇翻即係6蚊啊，去到即係6.3啊左右呢啲咁嘅水平啦嚇。咁啊，但係短期因為其實都升得唔少嘅，你睇下佢有冇機會啦。跟住個大市可能回調翻少少嚇，可能去到5.5毫零啊呢啲咁嘅水平，我哋先至去再去hold嚇。